有点紧张，然后带着兴奋，对，因为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要会怎么样，然后有点紧张。第一个走上那个位置的，当时对，就有一种开头炮的感觉。开头炮，所以就是上去了的时候，然后什么样的心情？我有点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有点紧张，然后我有点慌了，然后就是不知道该说啥了，然后就想让我的兄弟都上来。我想说，我接下来会继续努力的，然后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，然后你们没有看错人。想对努力的四个月，你的努力都是值得的，都是对的，然后继续努力。开心。当他们看你的时候，会不会紧张？小时候有演出什么，然后他们来看会紧张，但现在还好。因为你之前跳舞嘛，也没有告诉爸妈，到现在你终于一步一步，然后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成绩。嗯。会有一点就是说成就感啊。会啊。比较。我想去吃一顿饭，我好饿。不要用乱七八糟的吧。辛苦了，当老师，老师。辛苦了，孩子。妈妈真的很漂亮，爸爸也是。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